好，那课程的最后，我们介绍一下要如何注册申请试用我们的 Vital OD 云端公文管理系统。好，我们可以先进入到我们 GSS Cloud 的官网。好，它的网址是 www.gsscloud.com。输入网址之后呢，在我们右上方会有一个客户登录，这边点击客户登录。首先要先在我们官网进行注册。所以你可以点选下方的立即注册或右上角黄色的注册按钮。注册的部分，你可以绑定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进行注册。好，如果不想要使用这两种方式，你可以直接在下方栏位去输入你的账号、密码、姓名、电话，好，然后再输入我们的验证码，并勾选同意使用条款。好，再按下注册。注册完成之后呢，依据你所输入的电子邮件信箱，会收到一封信箱的验证信。啊，所以邀请你到您个人的信箱，打开这封验证信，点选要继续验证程序，按下相关的连结进行验证。验证完毕之后，可以回到我们的官网，然后到我们的公文的产品的首页。好，产品的界面可以点选立即注册。好，如果在您试用或使用的过程当中，哈，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，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，02-2592-6609，好，或者是将您的问题哈寄到我们的客服信箱，信箱是 vital 小老鼠 gss.com.tw，好，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，好，官网上面也有服务资源的功能，可以让您留言做问题的咨询。我们每天都会有人来确认信箱以及官网上面的一个留言。好，那今天公文的课程到这边结束。